应该是当时的阿龙跟现在的提达一样啊，冲过去了，挥刀了，呜呜，阿龙被弹飞了，阿龙就在这一瞬间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遇到的阿龙是死掉的阿龙。究極召喚とエボンの教えは、スピラを照らす希望の光。希望を阿龙一个人打不赢。生きても悲しいだけでしょう。さあ、選ぶのです。あなたの祈りが渡る。那个绿苦为什么要表现得这么害怕？捧げる犠牲を。要选一个哎。所以现在要抉择了。嫌です。嫌です。死んでもいいと思ってました。私の命が役に立つなら、死ぬのも怖くないって。でも、究極召喚は何一つ変えられないまやかしなのですね。いいえ、希望の光。無法改变任何事情的骗局。あなたの父も希望のため犠牲となりました。悲しみを忘れるために。違う、父さんは。父さんの願いは、悲しみを消すことだった。忘れたり、ごまかすことじゃない。消せない悲しみに逆らって。所以我们那个啊，我们要继承阿罗的遗志，来打败这一个尤娜雷西卡。父さんのこと、大好きだった。だから、父さんに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、私の手で叶えたい。悲しくても、行きます。生きて戦っていつか今は変えられない運命でもいつか必ず変える。まやかしの希望なんか我才不需要虚伪的希望。自ら希望を捨てるとは。既然有人舍弃希望。あなたが絶望に沈む前にせめてもの救いを与えます。所以他就要赐予你救赎，就是要杀死你，是不是？希望の光に満ちた死を。すべての悲しみを忘れるのです。都是鬼变，鬼变！现在要杀我们了。どうする？今こそ決断する時だ。哎呦呦，阿龙！死んで楽になるか、生きて悲しみと戦うか、自分の心で感じたままに物語を動かす時だ。キマリが死んだら、誰がユーナを守るのだ。おお、要打了，要打了。今天要跟尤娜雷西卡大人。要打了，要打了，要打了！死んだってな。同じこと考えてた。ユナ、一緒に続けよう。俺たちの物語をさ。继续延续下去吧，故事还要继续下去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只会三段变身，然后还会即时魔法，这只很强。我可以跟大家说，这只很强。而且打输了还要再看前面那一段动画，有没有觉得很机车了？有没有开始觉得这只有点机车了？很强，可以告诉大家，这只很强。三段变身，不过我也不是白混的，有没有？我也不是白混的啊！好啦，先那个啦，广极速，噔噔噔，呜呜，先广极速，然后那个模仿壳。哎，模仿壳只能一个哦。驱魔反射，反射好了，先用反射。Yuna 反射。好了，准备工作要做好。还有他打人不太痛。特殊，不是，我要用技巧。嗯，回馈。呜，他对我使用那个哎。那个史诗化，
所以我现在史诗化了，有没有？很恐怖啊，很强啊！他有没有会不会中毒？不会，你看中毒防御，在这边那个什么什么招式已经没有用了，已经不管用了。什么招式已经不管用了？好了，先叫瓦卡出来打一下这个啦，转盘，元素转轴。来了，元素转轴，按下圈圈，喂，冰的，喂，哎，有中，冰的，看一下哦，看到黄色要按，喂，呀、yeah, ，中了 ，good， 啊、哦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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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哦，五千啊，五千多，催眠呢、欸。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睡，不要睡啊、得我起来，得我起来，复活，复活，不是，我要恢复，恢复异常状态，不要睡觉，不要睡觉，不要睡觉了，起来了，大敌当前，还在那边睡睡睡，哎呦呦呦，被吸了2500滴血，会不会太多啊？有点夸张哎！我要看一下，恢复，恢复那个史诗状态啦，恢复，恢复，再恢复一下。阿龙有黑暗，和史诗状态，应该要哎、欸，他的史诗状态还在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如果现在帮他补血，会不会让他死啊？补一下看看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没死。哎、欸，反击！换人啊，换绿谷，绿谷上场，绿谷上场就是为了偷东西，盗取，为了偷东西，体力药，体力药是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又让我睡觉了，真是的，一直睡睡睡，技巧，我们要趁现在他还没有。还没有很强的时候，用敏捷的动作攻击一个敌人。敏捷的动作，呜、哦，又盲目了。哎、欸、，miss， 很好，把阿龙换下去，换 Gimali。Gimali 技巧 ，Gimali 都只有上来放技巧，有没有？看穿，更容易闪避敌人。召唤对啊，召唤兽就是你用他的召唤兽的大绝就是999啦，只有除了巴哈姆特之外，其他都没有突破上限，没有突破上限就只能这样，就只能打这样而已。黑魔法啦，黑魔法，哎、欸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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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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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能把吉达换下去，不然这样大家跑太慢了。慢的人有一个在场上就够了，砍你，砍你一刀，呀，五千呢。盲目又来了，这次中了，吸收又要吸偷吸血，哦，真是的，要偷吸我的血，就这样等你吸爽的。瑞克，把瑞克换下去了，恢复，换下去，恢复，瑞克下去，升。喂，好了，给我下去。哦，换换换换换换换。盲目，对神圣之力非常脆弱，超重死者。我现在盲目还砍得到吗？先不要好了，先派阿龙出来。阿龙，血特别多的阿龙。喂，来啦，来。那个、啊、反弹一下啦，反射啦，不要他一直对我用一些怪怪的招式反射你。换露露，露露最后一个了。黑魔法，大火焰，他都不怕嘛，他没有特别害怕的魔法，他一定不会怕重力嘛。沉默，哎，露露沉默了。沉默的露露，没有什么屁用啊！
神圣，我没有神圣啊，我还没学到神圣反射。有，等一下我加速一下好了，往极速。反射，我让尤娜雷西卡加速了，不妙不妙，不太妙。我有反射，对齁，我有反射吸收。吸收是怎么回事？我有反射，我自己都忘了。好啦，快要干掉他了啦。他的动作变多了。我又第二阶段来了，我越来越恶心了，有没有？你看他头发下面就是有这种恶心的东西。第二阶段了，地狱撕咬。好恶心哦，好恶心哦！哦，全部人都死尸化了。第二阶段来了，他死尸化了。急速不行啦，你急速什么啦？白魔法，缓速，缓速，缓慢。啊，有诶有诶，他会缓慢。哦，有够恐怖的啦！现在两个僵尸化，不能用，不能补血，然后超恐怖的，迪达先等于补血，他们两个僵尸化了，然后一个黑暗，治疗，不要治疗我，好了，你治疗自己去啦，不要治疗我啦，不要随便治疗我，好不好？好恐怖哦，道具。我还可以再对他用缓速吗？他现在，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很慢呢。迟缓，也迟缓冲击，有，迟缓冲击，哦，迟缓冲击防御哦，地狱死咬又来了，哎，全部都死尸化了，不行的啦，道具啊，使用啊。全部人要使用道具了啦，万能药啦啊，什么都能恢复的万能药，有没有用僵尸啊？僵尸反射黑暗，中疗伤，又反射了，又对自己反射，还一直在补血，有点无耻的一直在补血，万能药啦，大家都吃万能药，好一个万能。咦，还好万能药有点多，中疗伤，反射，反射，反射针，真是不太好。我现在对阿龙用大疗、超疗伤，也是会反射嘛，对不对？反射，什么一起留言驱魔？为什么要驱魔阿龙？我已经那个啦，我已经用那个啦，用万能药了。不需要驱魔了，万能药一次全部都解决，万能药还这么多，27个。哎，把他的头发砍下来，驱魔就是那个啦，就是僵尸化消失啊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就又僵尸化了，驱魔就是没有僵尸化了，就是驱魔啊，有没有这个？消除敌人的魔法状态，他现在有治疗急速，有没有？我就用下去之后，他就会没有魔法状态。哎，全部解除，就这样。纯血了，治疗。哎呦，他又治疗了。我现在因为僵尸化了，所以打他有点辛苦。我还是要砍他一下好了。他又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又要干嘛？又要对我做什么？我现在身上有好多技能哦，都很难补血。现在很难补血啊！他不能缓速，特殊铁臂，以。防御执行袒护，